几个？几个？买一个？就买一个。三十块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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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块
这个放那里面，这个找，里面有五块。行，找四串，这里面有两个。 没事，你那不要洋葱，要香菜吗？不要，香菜也不要。是什么口味的？我酸甜啊。你呢？我不要，你是？我不要辣的。你看一下酸甜的行吗？
放点辣椒是吧？少，多放点辣椒。不用装吧。这是什么包子吗？啊，这个有卖包子吗？这市场？
有倒是有一块钱一个来看看你这煎饼一会儿卖到美国了拍照呢那不更火吗生意更好吗对吧昨天那个哪儿昨天那个人拍照发到哪儿发到新加坡发到那边就是拍照那个去韩国呀他是韩国的还是啊嗯哇哎呦我也好了今年我们俩在一起办了房子在哪儿